au revoir, à la mer, au revoir, à la mer。驱车行驶了很久，途经好多这样的小沙滩。直升机体验370欧一位，坐不起，咱就在海边玩玩就行了。小小的状况，这个鼓不起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用嘴吹。我上不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。正当我们饥饿难耐的时候，来了一艘船，上面卖雪糕和饮料。午餐我们选了最便宜的麦当劳。刚刚学会了用这个，鼻子不能呼吸，但是嘴巴可以呼吸。这个面具最好用，你在里面可以正常呼吸，然后只要你这个东西不没过水面就行。正当我幸灾乐祸的时候，被这个水母或者是什么鱼咬了一口，现在非常的疼，口现在全肿了。在海边待了一天，我现在像是喝醉了一样，其实喝醉的不是我，而是刚才咬我的那只水母，所以现在我是醉的。下次让我碰见这只水母，我肯定要咬它一口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是沙都德拉纳普勒，可是我们来晚了，关门了，只能改天再来了。为了弥补关门的遗憾，我决定狂舞一段。这些海滨小城都特别机智，靠海的这边呢很多商店餐馆，然后不靠海的这边呢都是居民区。小时候让奶奶吃冰淇淋，她总说这是小孩吃的东西，可是在法国的冰淇淋店里看最佳，里面全都是爷爷奶奶。大海从这里开始，不要乱扔垃圾，看我们这环保意识。今天涂了防晒霜，可是我还是被冷住，而且我还忘记涂鼻子。明天见。